让我为你唱一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为陆军第二士官学校藏十一旗及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藏五旗同学联谊会，有请主编者钟正宏会长担任做主编，主编者九位，陪练者请就位。上翔。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联合联谊会，请做准备。献花。恭读祭文。祭文。为中华民国110年岁次壬寅年10月11日，两陆军第二士官学校藏十一旗、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藏五旗同学联谊会，会长钟正宏，副会长江家华、曾思亮、赵振敏率全体同学，请你鲜花清香四溢，致祭于前途微臣老先生之灵前列。呜呼！四校同学，前功微臣，出身蓝图，积善之家，灵敏万福，自幼聪颖，体魄强健，初中毕业脱贫从农，报考私校陆战兵科，毕业成绩名列前茅，担任陆战上士班长，教育班兵以身作则，带兵严格，贡献国军，攻击卓著，服役期间引文引武，勤练台前，黑带两段，入选国手，为国争光，光在陆战，光在党国，退役返乡，高票当选，蓝驼金光，里长多罪，任劳任怨，服务黎民，荣获蓝驼最优旅长，我后转任南岗国中台前教练，培育学子，百年树人，作育英才，功不可没。成功一生，事业有成，待人理想，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笃实公良，处事公正，存德之美，乡里赞扬，教育儿女，社会精英，成就辉煌，担任台中议员助理，
夫妻恩爱，天地情深，令人称羡。四孝两宅，同窗共苦，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革命情感永难忘怀。同学聚会，出钱出力，不遗余力照顾同学，有情有义，二号传来，天人同悲，同学哀伤，男女之心，凄风苦雨，痛失典范，英雄远在，美德犹存，万古流芳。佛祖接引，魂归天乡，登古之际，遥遥哀思，呜呼哀哉，上香。向今奏故人一向即领为行自恩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钟振宏会长率领全体同学群会追思念雕。用的爸爸所疼惜的外公、外公、异乡弟弟、女儿、女儿、爱三口兄弟，请一同一票行列，请大头、请乡亲、大将再票行列，因为那不行呢，请大头、三票行列。请打头，请起立，请起立。用着爸爸，爸爸，外公，异乡之地，归乡安，你请起立。你想请就都好办，大规。你想请混乡？咱两边依照好官官地请下回，微信老神仙老菩萨。现在徛在林堂前，是你在用世间日节所听与姊妹会，你也比有大家是身体健康，事事平安，家庭寿命富贵，时代长寿命。用着咱所敬仰的阿兄，咱所疼惜小弟，一生一世为情义爱送伴侣，请一道一拜。请一道再拜，请一道上拜，你先请讲经。现在咱由头前两位平辈时段来做代表三献中义和初献义和，请一同一拜请观礼，再献中义和，请一同再拜再观礼。三献中义，请一同三拜三观礼。用咱所敬重的阿兄，咱所疼惜小弟，以上一礼为行义爱最尽力，请祈求。礼成人好愿，叩首跪礼达成。如好愿，叩首跪礼达成。咱都看到咱遮所会会时段，咱用温暖的双手，甲两边边移做好伴，大家看起来，咱遮做着向运动作，非常感谢您。这样。现在要谢谢。
是在座咱只社会未时代，咱是敬爱高人，微信老先生道菩萨，伊个护送车后头，咱只所有兄弟姊妹会，咱请一道来向前。也就是在座咱只社会未时代，咱是尊称着咱敬爱高人，微信老先生道菩萨，是尊称伊叫一声姐夫，叫一声妹婿，咱只所有。后双车后头兄弟姊妹会，咱请一道来向前步行。李先请运行，咱两位依照靠关关地请下回，我们两侧校眷再次请彩绘。微信老先生老菩萨，现在站在您当前，是您护送车后头这兄弟姊妹会，您的义务大家是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平安吉祥，长寿礼。用着咱所敬重的祖父，咱所疼惜的门婿，以上吉利为兄弟爱三拜礼，请一同一拜礼。请一同再拜一，请一同三拜一，李先生请食香。现在咱由头前两位妹妹时段来做代表，三献香名，初献名。请一同一拜，请观礼。再献香名，请一同再拜再观礼。三献香名，请一同三拜三观礼。用咱所敬重的祖父，咱所疼惜门婿，以上吉利为兄弟爱最吉利，请吉祥。李行咱靠关跳手回礼，大家请靠手。如靠关跳手回礼，大家。咱都关掉这设备会时段，咱用温暖的双手，甲两边边一座好关，大家开起来，咱才做着跳舞的动作，非常感谢您。微信老先生老菩萨，现在站在您当前，是您在用世间的好德、好慧、善德念经，您也庇佑大家出门在外，护法化缘，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平安顺时，事事吉祥。用着咱所敬重的阿伯、阿叔、阿姑、姨娘、姑娘，以上吉利为兄弟爱三拜礼，请一同一拜礼，请一同再拜礼，请一同三拜礼，礼先请食香。现在呢，我们来好地好卫生度认定，咱那相好方便吃，咱请原地跪落地。咱由头前两位晚辈来做代表，三献香名，请一同一拜，请观礼。再献香名，请一同再拜再观礼。三献香名，请一同三拜三观礼。用咱所敬重的阿伯、阿叔、阿姑、姨娘、姑娘、姨甥，吉利为兄弟爱跳手礼，请跳手，请打头，请起立，请起立。向着阿伯、阿叔、阿姑、姨娘、姑娘、姨甥，吉利为兄弟爱最吉利，请吉祥。李行，咱靠关吉祥回礼，大声！
如好玩系你导声，请各位请正坐向分。现在邀请是咱是因为结拜关系，因为年底来接受义祖客件，来请一同向前步行。李先生分享，向咱所敬重的义父义兄弟为兄弟拜三拜礼，请一道一拜。请一同再拜仪，请一同三拜仪，李先生请上。向咱所敬重的义父义兄弟们为兄弟爱最尽力，请吉祥。李成人好愿吉祥回礼答声，如好愿回礼答声，请各位请正坐向分，非常感谢各位。现在邀请上分享。向咱所敬重的亲家医生一礼，为兄弟爱三拜礼，请一同一拜礼，请一同再拜礼，请一同三拜礼，李先生请上。向咱所敬重的亲家医生一礼，为兄弟爱最尽力，请吉祥。李成人好愿吉祥陪你答声，如好愿吉祥陪你答声，请各位请正坐向分，非常感谢你。现在不知是阮话较疏忽，较无礼貌无。李先生分享，用咱所敬重的亲家医生一礼，为兄弟爱三拜礼，请一同一拜礼，请一同再拜礼，请一同三拜礼，李先生请上。向咱所敬重的亲家医生一礼，为兄弟爱最尽力，请吉祥。李成人好愿吉祥陪你答声，如好愿吉祥陪你答声，请各位请正坐向分，非常感谢你。现在十四分过，这一次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唔知看到咱所有亲至亲作诗。
首先我们播放老先生在世时的回忆点点滴滴，让与会贵宾先和好友来做嘴时怀念。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上就是我们老先生正式时的点点滴滴，让女儿给别人亲友的朋友来做追思。紧接着由西馆被处理遗嘱宋家眷来做简单的致谢词。首先由西馆被生来设立者花花馆的典礼，来接受因为贵宾请的好友点一中队，我们请鞠躬。贵馆的设立者花馆，设立者花馆请花来求咱的一份满满温暖。在这段仪式过程当中，各位上前上座者贵公贵客，欢迎的一个隆重典礼进行，致敬花团的双方互爱的爱情。因为花冠当头，在新不变的各位互相是来做着水多少，进入我的水管过桥之间的脉搏，用着各位好着感谢之意。也希望各位在以后会当继续变成来做一座花冠，规划的来做一座花冠。这里嘛是老先生老菩萨在天之灵上端嘛，咱老先生老菩萨嘛，希望大家是身体健康，事事平安，做官得人步步高升，做事业会大当宏图大展。最后这一次算来说一座好家官，今天的人咱就说一位贵宾亲朋好友，经常是阮心肝内上崇高的十二万分的敬意，咱一座好官请即将请鞠躬。好，遗嘱孝家眷请暂回两侧打理位置。紧接着我们将举行南投县后卫指挥部部主训顾问钱坤成老先生后班忠义奖及中华民国后卫军人其荣典。荣典开始，奏乐。颁赠忠义奖，请南投县后卫指挥部指挥官陈建峰上校就位。宣读忠义状。忠义状，自有钱辉成先生于民国111年。10月11日，在南投县后备军人花组织无私奉献，书刊精扬，特颁此状，永垂示范。此状，中华民国111年10月7日。本赠已故县市祖训顾问钱辉成老先生忠义状，家属代表请出列。颁赠中华民国后备军人旗，全体后备军人干部请起立。宣读惠民词，故钱辉成顾问一生尽忠报效，勋戒不标榜，功在后卫，治丧之时以中华民国后备军人旗加冕，尽忠忠义精神并未因临，永留长存。仅供颁赠中华民国后备军人旗，家属代表请出列。请副座，李成祥，下宫殿党为南投市公所宫殿，请做准备，献花。
向金钟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致哀鞠躬礼，请鞠躬。历程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南投县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许淑华立委率领国务团队巡回追实电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返回南投市公所宫殿，有请南投市大家长宋怀林市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别殿者平山里里长吴继全里长、福兴里里长殿仁国里长、军工里里长吴安里里长，以及市公所秘书曾松茂秘书担任做别殿，别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规台中市议会联合宫殿，请坐准备献花。向金钟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致哀鞠躬礼，请鞠躬。历程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南投市大家长宋怀林市长率领国务团队巡回追实电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规台中市议会联合宫殿，有请主殿者张妙乃伦议员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台中市议员罗廷维服务处主任、石伯勋主任，以及张廖乃伦服务处主任谢廷坤主任担任做陪殿。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规南投县政府，请坐准备献花。向金钟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致哀鞠躬礼，请鞠躬。历程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各位今天亲临与会追实电标。尹县长林明珍因公不客前来，特派驻区主任肖家斌主任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规台中市政府，请坐准备献花。向金钟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致哀鞠躬礼，请鞠躬。历程遗嘱哪些？非常感谢肖家斌主任代表南投县政府以及县长林明珍前来追思电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规台中市政府宫殿，尹市长卢秀典市长因公不客前来，特派民政局局局长秘书杨宇龙秘书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规立法委员吴美玲不付出，请坐准备献花。向金钟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致哀鞠躬礼，请鞠躬。历程遗嘱哪些？非常感谢民政局局长秘书杨宇龙秘书代表台中市政府以及市长卢秀燕前来追实电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规立法委员罗美玲不付出，有请主殿者南投县议员候选人吴其南候选人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
上香。下宫殿乃为南投信义会联合宫殿，请奏准备献花。向金奏故人一向吉林归行自哀鞠躬礼，请鞠躬。立诚遗嘱感谢，非常感谢南投信议员候选人吴其南候选人，请你会追思电雕，也代表立法委员罗美玲委员，请你会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信议会联合宫殿，有请曾正言议员、萧志全议员，请推翻一位担任主编，以及南投信议员赖院选文务处助理许丹燕助理，以及南投信议员农民科服务处助理洪宇生助理，以及南投信议员蔡宗志服务处助理张顺龙助理，以及南投市长候选的南投信议员张家泽服务处主任廖小明主任担任坐陪殿，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南投县后备指挥部，请坐准备献花。向金奏夫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哀鞠躬礼，请鞠躬。立诚遗嘱感谢，非常感谢各级议员以及助理主任，请你为追思电雕，非常感谢你们。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县后备指挥部，有请主殿者上校指挥官陈建峰指挥官担任坐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南投市后备军人辅导中心，请坐准备献花。请脱帽。向金奏故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哀鞠躬礼，请鞠躬。立诚遗嘱感谢，非常感谢上校指挥官陈建峰指挥官率领南投县后备指挥部同仁去为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市后备军人辅导中心，有请中心主任洪世耀主任担任坐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会府会南投县农民服务处，请坐准备献花。向金奏故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哀鞠躬礼，请鞠躬。立诚遗嘱感谢，非常感谢中心主任洪世耀主任率领南投市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同仁，请你会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会府会南投县农民服务处，有请主殿者陈新如副处长担任坐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南投县党部及黄复兴南投党部联合宫殿，请坐准备献花。向金奏故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哀鞠躬礼，请鞠躬。
历程一组哪些？非常感谢陈清如副处长率领佩府归南投建农民服务处同仁，请你会追实电邀。接下来邀请下风电党为中国国民党南投县党部及黄复兴南投党部联合风电，有请主电者杨立川主任委员将军担任做主电，主电者就位，陪电者请就位。少祥下宫殿党为南投市民代表会联合宫殿，请做准备。县方乡亲众户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历程一组哪些？非常感谢杨立川将军主任委员率领中国国民党南投县党部及黄复兴南投党部同仁全体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市民代表会联合宫殿，有请主殿者廖学瑞副主席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廖学辉代表、王胜华代表、江秀春代表、洪世耀代表、陈志斌代表担任做陪殿，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南投县议员候选人联合宫殿，请做准备。县方乡亲政务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历程一组哪些？非常感谢南投市民代表会副主席及各级代表全体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县议员候选人联合宫殿，有请张秀芝候选人、近百列候选人服务处主任助理洪玉雪助理，以及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林汝阳候选人，以及南投县议员候选人王彦珠候选人，以及南投县议员候选人白奇泽候选人，以及民间乡民代表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杨玉秀服务处助理陈云玉助理担任做陪殿，请推派一位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上祥下宫殿党为陆军第二士官学校长十一期及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长五期同学联谊会，请做准备。县方乡亲政务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历程一组哪些？非常感谢各位南投县议员候选人全体会追思电邀，非常感谢你们。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长五期同学联谊会，有请主编者钟正宏会长担任做主编，主编者就位，陪编者请就位。上祥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联合联谊会，请做准备。县方恭读祭文，祭文
110年说一次壬寅年10月11日，两陆军第二士官学校长十一期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长五期同学联谊会会长钟振宏、副会长江家华、曾思亮、赵振敏率全体同学尽力鲜花清香之礼，致祭于前途微臣老先生之兵前列。呜呼！四校同学前功微臣出身蓝图，积善之家，明年望子，自幼聪颖，体魄强健，初中毕业，脱颖从容，报考四校，陆战兵科，毕业成绩名列前茅，担任陆战上士班长，教育班兵。以身作则，带兵严格，贡献国军，攻击卓著。服役期间，引文引武，勤练台前，衣带两断，入选国所，为国争光。光在陆战，光在党国，退役返乡。高票当选，蓝驼精工，里长多罪，任劳任怨，服务里民，荣获蓝驼最优里长。我后转任南岗国中台前教练，培育学子，百年树人，作育英才，功不可没。成功一生，事业有成，待人以诚，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笃实公良，处事公正，存德之美，乡里赞扬，教育儿女，社会精英，成就辉煌，担任台中议员助理。夫妻恩爱，兼得情深，令人称羡。四校两载，同窗共苦，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革命情感永难忘怀。同学聚会，出钱出力，不遗余力照顾同学，有情有义，二号传来，天人同悲，同学哀伤。难以置信，凄风苦雨，痛失典范，英勇宛在，美德犹存，万古流芳。佛祖接引，魂归天乡，登古之际，遥遥哀思，呜呼哀哉，上香。向敬照顾人一向即领为行自然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钟振宏会长率领全体同学群会推师奠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常委联谊会，有请主编者谢坤宏秘书长担任做主编，主编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郑成宏副部出，请做主编，献堂。向敬照顾人一向极力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谢坤宏秘书长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联谊会，请会追思电雕。
锦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郑成功副部长，而请主殿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郑成功委员担任副主殿，主殿则就位陪殿则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忠新副部长，请坐准备献花。向今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答谢，非常感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郑成功委员，请军旅会垫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忠新副部主，邀请主殿则萧吉生秘书担任做主殿，主殿则就位陪殿则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台中市后备指挥部，请坐准备献花。向今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答谢，非常感谢萧吉生秘书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忠新委员亲临会议，这是电表。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台中市后备指挥部，有请主殿则张嘉明士官长担任做主殿，主殿则九位陪殿则请就位。党为台中市西屯区后备军人辅导中心，请坐准备献花。请脱帽。向今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答谢，非常感谢张嘉明士官长率领台中市后备指挥部同仁前会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台中市西屯区后备军人辅导中心，有请主编则陈秋明主任担任做主编，主编则就位陪殿则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台中市党部，请坐准备献花。向今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答谢，非常感谢陈秋明主任率领台中市西屯区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同仁前会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中国国民党台中市党部，有请主殿则吴泽维执行长担任做主殿，主殿则就位陪殿则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国际青年商会2012会长联谊会，请坐准备献花。向今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答谢，非常感谢吴泽维执行长率领中国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同仁前会追思电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国际青年商会2012会长联谊会，有请总召范景明总召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
下宫殿党为国际青年商会全国特有会中区会，请做准备，献花。乡亲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治安鞠躬礼，请鞠躬。立陈遗嘱哪些？非常感谢范金明总召率领国际青年商会2012会长联谊会同仁前会追思电聊。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国际青年商会全国特有会中区会，有请主殿者卢明松区主席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台中市广福关怀协会，请做准备，献花。乡亲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治安鞠躬礼，请鞠躬。立陈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卢明松区主席率领国际青年商会全国特有会中区会同仁全体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台中市广福关怀协会，有请主殿者吴贤龙理事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南投县景天协会，请做主杯，献花。乡亲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治安鞠躬礼，请鞠躬。立陈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吴贤龙理事长率领台中市广福关怀协会委员全体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县景天协会，有请主殿者田美霞理事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平山里里办公处及南投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玉芬联合服务处，请做准备，献花。乡亲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治安鞠躬礼，请鞠躬。立陈遗嘱哪些？非常感谢田美霞理事长率领南投县景天协会青旅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平山里里办公处，有请吴继全里长及南投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玉芬，请另外一位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党为南投市清溪妇女协会，请坐准备，献花。乡亲照顾人一向吉林为行治安鞠躬礼，请鞠躬。立陈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平山里里长吴继全里长以及南投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玉芬候选人请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党为南投市清溪妇女协会，有请主殿者赖彩霞理事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就位，陪殿者请就位。华茶产业文化学会，请坐准备。
献王。向金藏夫人一向吉林归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接下来邀请下宫殿掌柜中华茶产业文化学会，有请主殿者吴昭贤理事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秀威。上香，下宫殿掌柜大张国际青年商会，请做主杯献王。向金座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吴昭贤理事长代表中华产业产业文化学会举会追思殿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掌柜大张国际青年商会，有请吴泽新会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掌柜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计会地方创生服务处中区，请做主杯献王。向金座夫人一向吉林威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吴泽新会长代表大张国际青年商会，请会追思殿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掌柜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计会地方创生服务处中区，有请主殿者陈辉组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掌柜雅歌国际青年商会，请坐准备献王。向金座夫人一向吉林归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接下来邀请下宫殿掌柜雅歌国际青年商会，有请主殿者2022年会长谢景庆会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掌柜台中市立安和国中家长会，请坐子杯献王。向金座夫人一向吉林归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谢景庆2022年会长率领雅歌国际青年商会同仁，请你会追思殿雕。接下来邀请下宫殿掌柜台中市立安和国中家长会，有请主殿者和平宫会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掌柜贝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请坐准备献王。向金座夫人一向吉林归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礼成遗嘱哪些？非常感谢和平宫会长代表台中市立安和国中家长会，请你会追思殿雕。接下来
向邀请下宫殿展位配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请主殿者杨凯杰总经理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展位渔人船钓海鲜餐厅请坐准备。现旁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拿切，非常感谢杨凯杰总经理代表嘉贝贝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请你回追思电标。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展位渔人船钓海鲜餐厅，有请主殿者林建威先生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展位明大清茶叶请坐准备。现旁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拿歇，非常感谢林建威先生代表渔人船钓海鲜餐厅，请你回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展位明大清茶叶，有请主殿者李昌俊先生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展位福和社区发展协会请坐指挥。现旁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拿歇，非常感谢李昌俊先生率领明大清茶叶同仁前回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展位福和社区发展协会，有请主殿者理事长蔡云龙理事长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下宫殿展位台中市西屯区和原里办公处及守望相助联合宫殿请坐准备。现旁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拿歇，非常感谢蔡云龙理事长代表福和社区发展协会，请为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展位台中市西屯区和原里办公处及守望相助队代表林辉志总干事上香。下宫殿展位军工礼福德时管理委员会请坐准备。现旁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李成遗嘱拿歇，非常感谢林辉志总干事率领守望相助队代表及台中市西屯区和原里办公处请你会追思电邀。接下来邀请下宫殿展位军工礼福德时管理委员会，有请主殿者钱宽娣主任委员担任做主殿，主殿者九位陪殿者请就位。上香。谢皇向金钟夫人一向吉利为行自安鞠躬礼，请鞠躬。
李成李祖大仙，非常感谢乾坤地主任委员率领军功礼福德师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执事指挥会追思电标。接下来不知是否吸管被较为疏忽，我们填写供电单位登记表没向您做邀请的吗？还是路途遥远还未做到供电单位的吗？假使没有者，我们将进行第三个单元自由免香仪式。我们有请与会贵宾、亲朋好友，我们请起立，请两位来向前做自由免香仪式。非常感恩，感谢各位。来邀请台南市议会贵宾、亲朋好友，来请起立，请两位来向前做着自由免香仪式。非常感恩，感谢各位。
我们请稍作休息，让乐队来做个演出。我们请稍作休息，去个化妆室。我们请稍作休息，乐长感恩，感谢各位。
跪下来。咱若听到宝贝咱声大声，应有应无齐，应无全。来，咱爸爸阿公大公，互咱最后一句来祝福。老先生、老菩萨，现在由你来修持，来为做着丰年吉祥。你了解这所至亲，做些你的所依做好愿力量，在咱一日好百万百事丰年，心中美好来永昭，祝祥天福两平台，声音哇哇。一念当空，甲一波带来子孙，一福禄，一福禄。一念当空，家一会，莫以子孙茫茫，叹一会，一福禄。三念西方皆是因，莫以子孙茫茫，叹万金，一福禄。四念八方以归水，莫以子孙茫茫多富贵，以福禄。五念中央无依靠，莫以子孙茫茫寿元如何做，以福禄。十念子十念，一念传十念，十念传百念，百念化作千千万万念，以福禄。金宝提官员，代代子孙做着大官员，以福禄。金宝金金藏落地，代代子孙家产有美丽，以福禄。红颜红日传，代代子孙文武永相传，以福禄。来做一座好官员，我用阿姐，我用这帮人请官员，我们请转过来。向着阿姐，向着这方前，叫是礼，声叫声。声大头。闭着眼睛听听。好，全体请站起来。在报看到千千万万道已无望。Yeah.
请站起来，小心小心。好，请再次向我们全体亲戚行鞠躬礼，请鞠躬。好，转过来准备上车来，小心哦。